系噶啦，要做 YouTuber 咁啫。自己嚟系咁，佢识唔识唱呢个？放生咯。嗯，喂，有嘅，我一丝个好放生，听系咪？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是我和你不甘平凡，有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下人去，别人就赞我很精彩。其实都识咗 J 八年咯，我谂有八年八九年，过往都同 J 做过好多 project 啦 ，C 十二啦，雪演唱会啦，第一个红馆啦，礼碟啦，哇好多，系啦，所以其实对 J 系好熟悉嘅。咁今次做呢一个零号实验室嘅 project， 其实我系好想将一啲曾经好中意、好中意嘅广东歌注入一个新嘅生命俾佢，俾一件新衫俾佢，2020年嘅感觉咯。咁所以拣嚟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优先订座，同 J 一齐去做咯。其实有想过好几首的，旁贝也一世纪，你知道我好喜欢这首，超喜欢。其实很多都可以的，放生啊，走下败仗啊，我太强啊，其实我太强都很多东西可以玩到，我觉得是的。但我就即觉得优先订座是听众来说应该最容易入口玩大一点的话的一首歌。其实是的，你揀得很啱呢只歌，因为呢只歌嗰阵时个 melody 好入耳，即系听你就好听喎呢只歌咁。我都要多谢你啦，将我哋一啲咁耐之前嘅歌咧再 repack 以前再出嚟，感觉仲要系好喎。我开头谂啊，点样编？有冇担心嘅一开始？即系每次有时喺演唱会特登你要做一啲唔同嘅嘢噶嘛，咁有时惊地，有时会唔好。优先订座其实你都好 smart 嘅，呢只歌系华丽得嚟咧，佢又带啲神秘，所以我觉得容易啲摆。但系点样摆得好咧，就需要靠晒你搵个人啦。同埋咧，即系识 J 咁耐咧，佢嘅音乐里边咧系有一个好黑暗嘅一面咧，系好正、好 dark 嘅一面。系啊，优先订座啊，旁贝也一世纪啊，呢啲歌系好有嗰一面嘅佢咯。咁我觉得呢面嘅嘢系都系当其时有 C12 嘅呢个 project 嘅诞生。Yes， 系。系啊，佢哋倾都系因为攞呢几只歌出嚟。啱啱头先有讲有一张红馆演唱会个 poster， 嗰个眼神都系呢只歌嗰个老师。我原来你系俾嗰个 J 吸引。系啊，我俾嗰个优先订座 MV， 有个男人坐喺张凳度，攞啲嗰啲叫咩啊？保鲜纸包住佢，跟住杀咗佢咁样噶嘛。嗰个 MV 系好深刻印象，嗰个状态系佢。今次嗰個 inspiration 咧係嚟自於 Stranger Things， 咁講好似耳啲明啊！大家睇到嘅時候，造型上想嘗試一啲 vintage 啲嘅感覺，所以佢有喇叭褲啊，我就有呢啲花恤衫啊。其實外邊有個 shoulder pad 嘅，加咗 shoulder pad， 想做一個 neon 啲嘅一個感覺，同埋佢個頭咧都係好有一種 vintage vibe 嘅感覺，襯翻呢一個少少 vintage 嘅編曲咁樣咯。先，佢演唱会好好睇，我特登去咗边一组咧？广州啊，定深圳？特登过咗去睇，好好睇。咁点啊？而家系？其实广州、东莞两场本身系一路去澳洲啊、加拿大啊，即系咁样去嘅。咁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中意我嘅歌迷都会等嘅。出年啦，即系而家时间过咗之后，慢慢即系会做翻同一个演唱会噶嘛？会继续去 tour 嘅，但可能一路啲嘢会变啦，系、哦、啊。好好睇。可能将呢只歌都可以摆、啊、都得喎、啊，可以啊。inspiration 咗我，好好、啊。一定啦，係咪？上次帶過你睇廣州嗰場，我帶咗去嘅，但係跟住後期佢瞓咗覺。哇，係咩？夜啊嘛，東莞嗰場冇帶，咁如果外國嗰啲可能會繼續帶。因為咁長時間，即係都一個禮拜咁樣去噶啦。係啊，即係可能會帶埋佢一齊去，因為而家佢慢慢大嗰啲，佢識得欣賞一下我。而家佢自己中意唱歌嘛。真係啊，佢識唔識唱你啲歌？放生咯，你講係好愛你咁樣咯，佢會哼下。捋下捋下咁唱。其實呢個兒歌是我的慈善基金的一個 project 嚟嘅，都會推出一個感恩的兒歌啦。咁所以我啊，點樣可以令啲小朋友會睇呢？咁我心想，不如你又唱一下啦。即其實好曬㗎啦。我其實揾佢做一個版本，你夠唔夠膽唱啊？咁佢又夠膽唱喎。咁佢又比我預期唱得好好啊。其實我自己攞個嘢自己拍，我喺度彈。咁話你唱啊，一二三嚟啦，孭起書包上，我跟住自己唱。不如你幫我唱埋嗰一系列嗰幾隻啦，咁其實一系列得五六隻嘅。佢全部都有唱嘅。係啊，而家有時我喺屋企同佢練下，咁啊跟住一嚟佢又一 tick 過，咩時候要 tick 幾 tick 嘅，佢都覺得攰嘅，打喊。
系噶啦，要做 YouTuber 系咁啫。自己嚟系咁噶啦。系啊，佢中意睇 YouTube 嗰啲，即系睇啲 channel。咁我话，如果你中意睇人哋嗰啲姐姐都好辛苦噶，都要练好多次。咁其实慢慢佢自己培养咗佢中意唱歌咯。咁可能呢啲都有少少遗传啊。一定啦，同埋 Jay 嗰个基金教好多人唱歌啦。我都成日有睇 Jay 嗰啲 YouTube 片咧，自己拍自己喺度对住。你有睇？系咩？你见到我睇？我有留言，系你睇到我留言。好感动。好好用啊！平时真系要俾钱上堂嗰啲，可以就咁睇 YouTube 就学到啦。好犀利，大家都可以 click 佢嘅 YouTube channel 睇。有心力血故事才够浪漫，有最后能令你舍下人去，别人就赞我很精彩。好 ，Thank you，Thank you，Jay。